个人跳的时候不一样。这个应该都不是故意的吧？自然而然的就形成。你连彩排的时候都没有一次是对的，没有一次对过。潘老师若迪，他那个江湖人称亚洲有氧天王，其健身教学幽默风趣而大受欢迎，看似人生美满，但其实潘老师心中仍有个梦想还没有实现，就是能成为全方位的唱跳艺人。在民国初年，潘老师年纪轻轻就拿下歌唱比赛冠军。哦，我还以为沈玉琳。一哥啦，不是啦，一哥。更曾担任四大天王的专属舞者，而这些亮眼的成绩都没有办法帮助潘老师实现梦想，可能是长相的关系。哎，人家蛮帅的，好不好？不对，是运气不好的关系。但潘老师不要气馁，命运之神今晚降临了，究竟潘老师能一路披荆斩棘圆梦成为唱跳艺人，还是被命运击败呢？潘老师交给你了。哎呦，厉害了，一天的精神，潘老师带来精彩的表演。蝴蝶 bang bang bang， 乔纳德，乔纳德，我们是酷龙二人组，和爱哭，他耳朵聋，今天就要让大家知道。有点很熟，哎呀，我是永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酷龙丢嘞，酷龙酷龙丢，酷龙丢，嘿，他的名字叫做潘若迪，活到60还能跳蹦迪，谁说他不行？他非常机灵，就连吃饭睡觉都举哑铃。举哑铃，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亚洲有氧天王，身为专一各种舞蹈根本难不倒我。昨晚接到通告，叫我一定要到，还要放弃这个家伙不能放弃。白冰冰还是李冰冰，就是马冰冰也要一起。小冰冰还是范冰冰，只要有钱就来报名。跳起来，运动慢慢慢，不要断。这样不行，手张开，不要脚张开，运动不要一夜情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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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叫做若迪白，若迪是教练，又是 YouTuber， 还是中广唱歌比赛的冠军。其实大家都会知道，我绝对不会难搞，生活凋零，生活过去还不过瘾，别再叫我唠叨，别再帮我泡澡，就算打过来了，我也绝不放弃。白冰冰还是冷冰冰，就算冷冰冰也要一起。小冰冰还是范冰冰，只要有钱就来报名。神冰冰，神经病，真的神经病，嘿，嘿，嘿，又吃过冰，还有红豆冰，哎，完了，阿果果冰，还有什么冰？八果冰，刚刚出来，好多冰哦。哎呦，精彩精彩！好，表演他智障，我们有这个表演很精彩，他智障，他智障，没有表演的很精彩，是好厉害，对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给你掌声鼓励，我们开心笑了。
我们也会给你掌声鼓励。当然，比如说当中跳错位置或什么，对对对，这个四个人跳的都不一样，这个应该都不是故意的吧？自然而然的就形成。你彩排的时候都没有一次是对的，没有一次对过的，对 ，freestyle， 来拉拉。我觉得太精彩，因为我们这一圈就是摇滚区，从头笑到尾，就是刚刚那个不对拍的，好好笑，不对拍到一个很严重，这还练不出来，对对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很有效果，就是如果那个像那个排场太大，我就觉得哦好辛苦。变在 A 哦，其实他们那个幽默是有出来的，对啊，大家看完以后有哈哈大笑嘛，对不对？精彩的舞蹈，舞蹈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只要愿意认真，你不管对与错都不重要，真的，你有自信的去跳，表情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态度，你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自己忘记舞步嘛，一定会，一定会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 ？Cover 过去，用笑把它带过去。继续跳，对，就是继续跳，因为反正我不管做什么动作，他们都会跟。那是对，就是我做一做，但我点冰冰，我鞋带掉了，我一绑，他们会全部人跟着一起鞋带。哇！以为你的动作是正确的。对，我是决定还是不要跳好了。接下来为您带来一首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。好像哦。好的，三位，我们看看到底给了几分？三、二、一，举牌。今日无以回报，他日一生相欠。而且我觉得搭阿虎搭得很好，阿虎一出来我就笑了，加分加分，就是要笑，找对人了。对，你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跟和尚交往，不一样不一样，的确不一样，不一样感觉。比特比特，很厉害。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，到底为什么要戴蛙镜？造型造型呢？这个造型造型，来文馨，就觉得很有笑点，就是老师管是老师以外呢，还是。兼具了笑点，好笑也蛮重要，幽默感在里面。恭喜先登上虽败犹荣的位置，好不好？